姐，你们家炸串多少钱能吃饱呀？20-30块就能吃饱。那可以给我搭配30块吗？哎，好。来，这个土豆片，是1块钱10串哈，来1块钱呗。然后这个藕片这几串给送给你的。哇，谢谢姐。然后这些是1块钱串的，鸡柳1块钱，鱼排1块钱，火腿肠1块钱，面筋14块钱，香豆腐1块钱，还有小馒头14块钱，千叶豆腐1块钱，年糕1块钱，鸡柳棒3块钱一份，肥肠2块，脆骨2块，鸡皮2块，还有菌干也是2块，这个鸡肉串也是2块钱，这个全翅4块钱。好的。这个是鸡排3块钱。好嘞。好，正好30。啊，那么你要吃凉面吗？我们凉面是免费吃，买串就免费送嘛。啊，随便吃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还有狼牙土豆啊，那些都是。哦，那我如果买5块钱的串也能随便吃吗？来来来。姐，你们一直是开在校门口吗？对对对对，一直是快20几年了。哦，那应该是很多学生的童年回忆了。哎，是是是。哎，妹妹，你吃什么了？来微微辣就可以。哦，好嘞。姐，这个辣椒辣不？辣，有一点辣。嗯，北成都人都这么吃辣的吗？哦，对对对，真是这么吃辣的。微微辣也是辣的。你的串好了，然后送你5瓶饮料。哦，饮料都是送的吗？哎，对对对，都谢谢姐。30送5瓶哈。你们觉得划算吗？